中枪。下面为您介绍的是我们公司的最新产品——绝地武器激光能动枪，高性能、高威力，不管什么东西，只要被光线射到，马上就会动起。如果有了这样的武器，就能冻住小熊熊了。到时候就可以放心的砍树了，接受价只要999元，这也太贵了吧，我还是乖乖的去砍树吧。再砍一棵就完成今天的任务了。熊大，砍树声就在那边。这个树够大够粗，就它了。肥波，你干嘛呢？都不知道你比划什么，不要打扰我砍树。我的锯子呢？看这情况还是走为上策。俺的脸呀！光头强，站住！好呛呀！快追！来了！就你们还想追上我的小皮卡？那就加点速吧。怎么回事？油门失灵了！哎呀，小熊熊追上来了！刹车也失灵了！完了完了完了！呀！哎呀！看你还敢来砍树！好，那咱们回去吧。好嘞。为什么倒霉的总是我？好累呀！这小熊熊也太讨厌了，害我又得修车了。哼，好，开始修吧。熊大，你等等俺呀，俺饿得没劲儿了。这一上午光顾着追光头强了，都没找吃的。不如俺们去光头强家附近找吧。好，顺便去光头强家侦查一下。大哥，熊二，你咋又？啥声儿？糟了！难道光头强又在制造伐木工具？熊二，熊大，你干啥呀？俺还没吃蛋糕呢。熊大，熊二，光头强仓库里有动静，搞不好又有啥阴谋，你就只顾着吃，走了。强哥的杰作诞生，光头战车。有汽车声。看我的超级战车的威力！多亏了小熊熊啊，让我在绝望中改造了这辆无敌战车。只要开着这车，就可以安心的砍树，不怕被小熊熊追上了。糟了糟了糟了，得想个办法呀！嘿，有了！咱们这样。车子不错，先吃点东西再去砍树。美味的蛋糕，我来啦！好香的蛋糕呀！那蛋糕呀，怎么那么眼熟啊？小熊熊，那是我的午餐。你的？哪道菜是你的呢？站住！小熊熊，把我的蛋糕还给我！快给我站住！计划成功。呵，这车，看来不破坏它都不行啊。啊！疼！哇！俺的脚啊！疼啊！疼疼疼疼！哦，脚不行，砍的熊掌！啊！疼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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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！俺的手啊！不会吧？指甲全断了，他还完好无损的，这还得想个办法才行啊！哎，锯子，有了。小熊熊，给我站住！追不到，追不到！还给我，再还给我！留点给我呀！这小熊熊拿了吃的，跑得比谁都快。算了，回去开车再来追。
好像没追来呀，那更好，俺就可以吃蛋糕了。啊，车搞定了。哎，镜子，刚好，拿来当俺的战利品吧。啊，我新改装的车。看来要去买个厉害的武器才行了。你们给我等着！不愧是超速快递，一会儿功夫就到了。虽然贵了点，但是为了打败那两头熊，哼哼，好，先试试它的威力。有！哇！肥波，你给我留下！小熊熊，你们给我等着！加点蜂蜜。小熊熊知道我的厉害了吧？我的蛋糕，真好吃。还剩最后一头熊，居然不在。好吧，先把这头熊带回家，然后再引那头熊出来。熊二，哈哈，俺破坏了光头强的车，还拿了个战利品回来。奇怪了，跑哪儿去了？哟，啥玩意儿？难道是光头强？啊，熊二。熊二，小熊熊果然来了，变冰棒吧！耶，终于把你们抓住了！肥波，我们得好好庆祝一下。发生啥事了呀？哎呀，熊蛋，俺来救你哈！哎呀，哎呀，俺来拳头呀！呀，还挺好吃的呢。熊二，加油，加油！对，加油，加油！哎。好累呀、啊！好样的，熊二！熊二，咱们得赶紧出去，不然就阻止不了光头强砍树了。熊大，咋办呀？看来咱们只能用最后一招了，从萝卜头那儿学来的熊刨式遁地法，来，开始。哎呀，撞到石头了！哎呀，哎哎，熊大，你知不知道方向呀？啊，有本事你来带路啊！嗯，那你就跟俺走呗，这边这边啊。得了，到家了。呀，好眼熟呀！哎呀，嗯，这，嗯，咱们家啥时候变得这么小了？这里是我家，小熊熊居然跑出来了！熊二，你咋找的路？不是故意的，熊大，咋办呀？好，哎呦，看你们怎么躲！不对，在自己屋里开枪太吃亏了，我的电视还有沙发。岂有此理！看来还是先把他们放出去，然后从背后打败他们。小熊熊，我不跟你们玩了，现在就放你们走。熊大，光头强会这么好心放俺俩走呀？不会，我叫你们走，你们赶紧走啊！走！中计了吧？熊二，小心！熊大。这一次看你往哪跑。哎呀，给我冰冻吧。哎呀，熊大，你可别怕哈，回到家俺马上就把你舔化了。
别看我，我才不会舔光头强呢。拳击高手光头强。哎呀，大清早的，都几点了，怎么还不出去干活？哎呀，我这就去。这棵树不错。哎呦，快点砍，砍完好回家睡觉。这锯子怎么又不好用了？光头强，小熊熊又来砍树，不怕俺们惩罚你吗？你们别过来啊！我有武器。小熊熊，我今天没有砍树，你们看，这树还是好好的。别过来，别过来呀！拿着锯子还敢说没砍树？你大俺们啥都不懂啊！小熊熊昨天那么欺负我，对了，还有你李老板，平时你们总欺负我，今天可以好好让我出口气了。讨厌，连个假人都欺负我。来呀来呀，看你还有什么能耐。小熊熊，强哥我一定要惩罚你们。好疼啊，竟敢从后面偷袭我。我得想个办法。有了。哪儿去了？不是，在哪呢？就是他了。只要稍稍改动一下，实验一下。看我的厉害！这套拳太厉害了。对了，如果我把这套拳好好改良一下，说不定就能打败小熊熊。终于完成了，太漂亮了。打败小熊熊就没人能阻止我砍树了。拳击手套再加上我改造的超级吸尘器。小熊熊，我们走着瞧。小熊熊，快给我出来！你们不是很能打吗？出来试试呀！来呀来呀，有胆量的你们就赶紧出来！小熊熊是越来越过分了，我们决斗，惩罚他，过去惩罚他！哎，别急，我也不怕。你看，出来了，小熊熊！你的那个玩意儿，这些胆小鬼，猫腻，怕我强哥了是吧？猫算个啥？哎，可是熊，光头强！哎呦，还挺迅速的嘛！耶，这是个啥呀？马上你就知道了。嘿！哎呀！好疼呀，熊儿，你没事吧？两个都来了，正好砍拳。哼，好厉害呀。小熊熊给我站住，别跑。
站住！别追了！小熊熊，给我站住！他们这是在打拳击吗？有意思。熊大熊二，本王来帮助你们啦！呼呼呜！啊，这！呼啊！小猴子，姬姬，你把俺们围住是帮俺们还是害俺们呀？啊！你们放心，刚才的事我都看到了。光头强的拳套只能从远处打你们，近身对抗他就不行了。对呀、啊。小猴子，等我打败完小熊熊之后再来惩罚你们。我宣布森林拳击赛第一回合正式开始。呜呼，俺们俩一块上菜欺负他了。熊二，你先来，俺下去歇会儿。别走啊，小熊熊。别急，俺陪你玩玩。有能耐可别跑哦，看拳。我要保存实力，这个熊二一身的蛮力，智取微妙，有了。苹果，熊二，你是不是怕了，故意拖延时间呢？俺怕你？笑话，俺只是补充一下体力而已。俺熊二智勇双全，请会。肚子疼，笨熊。这，熊二，俺要上厕所。这咋回事啊？我刚刚在苹果里加了点这个。娘，这不是吃了会拉肚子的巴豆吗？哼，你这是啥赖皮招数啊？你不服是吧？哼，让你尝尝更厉害的，看拳！啪！这是啥呀？太不像话了，我们得帮一下熊大。我的辣椒拳的味道不错吧？熊大，借面具。谢谢啊。哎，这面具有啥用啊？辣椒拳。不管用啊，还是呛啊。这是用来防蜜蜂的。蜜蜂。接着。这下俺熊大也有拳套了。熊大加油。哼，熊大蜜蜂拳。蜜蜂。哇，救命啊。别跑。哎呀，讨厌的蜜蜂，走开走开。第二回合熊大胜。最终回合，光头强对战熊二。恢复元气的熊二有机会逆转吗？肚子不痛了。光头强看得厉害。好疼呀。熊二加油啊。不能再跟你这么耗下去了，现在让你见识一下我的秘密武器。秘密武器？咋回事呀？哎呀，抓紧了，熊二，没用的。熊大，熊二他太重了，袭过来反倒对我不利。来吧，来吧，哼。那就靠拳头了。呀嘿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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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怎么会这样？啊！哇！哎呀！熊二，熊二没事吧？熊二没事吧？头好晕呀！光头强呢？
被你打飞了，你赢了熊二，好样的，厉害啊！熊二真是太厉害了，刚才那招叫熊二滚滚飞，小朋友们不要轻易模仿哦。懒虫上身。行动。哟吼！哎呀，呀，冰箱，俺好想你。哎呦，就知道吃！别忘了，咱们这次过来的目的是要没收光头强的武器。哎呀，疼呀！还不快翻到找锯子和猎枪？哦，猎枪、锯子。哎呦，不好呀！哎。猎枪锯子，猎枪锯子，奇怪，在哪儿呢？猎枪锯子，嗯，啊，找到锯子了！哎呀，太好了！哎呀，俺找到猎枪了！嘿，好样的！啊呀，光头强，快递！原来是快递，吃的吃的，一定是吃的，肯定又是光头强买来的杀气武器。嗯，这是啥呀？熊蛋，这是啥呀？哎呀，很软不溜丢的。这是产品说明书吗？嗯，只要被粘到，就会让人变得超级懒惰的粘粘虫。啊，这肯定又是啥新的武器呀？那要毁了它。哎呀，走了，光头强回来了。先收拾好包裹，免得打草惊蛇。撤！哇！我定格的超级懒惰粘粘虫终于来了！不过这包装可真够丑的呀！算了算了，先回去看看。光头强又有新武器了，这可咋办呀？哎，俺有个好办法。嗯，咱们这样。哎呀，这伐木锯跟猎枪都不知道放哪了，害我只能拿这把斧子。嗯，不过这次有了它，我就再也不怕小熊熊捣乱了。好嘞，开工。光头强，喂，你去引开他的注意，俺从这边偷袭。光头强，不许砍树！砍招！光头强，不好，两头熊都来了，这可怎么办呢？熊大，还是熊二？熊大，不管了，随便哪个吧。糟糕，舒服。你瞧他这睡觉。这个虫子可真好使，光头强真的变懒了。小熊熊，你们要干嘛？熊二，快放回去。走，去哪儿呀？把光头强弄回他家里去。哦。这是什么？懒虫，却又不能吃。什么声音？两头熊，他们怎么来了？光头强，光头强，你怎么睡这儿呢？喂喂，光头强，起来了！你还真沉呢！光头强，光头强，你没事吧？
你躺这儿睡会着凉的。嗯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怎么会粘在脑袋上？嗯，好饿，好饿呀！吃的，吃的，吃的在哪呢？在哪呢？在哪呢？啊，找到了！光头强居然饿着肚子给我准备吃的，太感动了！走开，走开，一边去！哎呀，讨厌的小熊熊，敢设计我强哥，看我怎么惩罚你们！飞波，还不快跟上！就是这里了，飞波，你去把风。哟，啊，这声音咋这么耳熟呢？不好，是砍树的声音，快去看看。哎哎，熊大，等等俺！哎。小熊熊来了，好困呐，晒晒日光头强奇怪了，你说光头强睡成这样，还不忘出来晒太阳，那砍树声是哪来的？哎呀，走吧走吧，说不定是俺俩听错了。走了，继续。白跑一趟。人，是砍树声。快回去看看。奇怪，光头强没砍树呀，难道又听错了？算了，走吧。这奇怪了，咋回事嘛？难道俺俩都幻听了？好戏在后头呢。哎呀，一定是俺俩昨晚没睡好，才会一直出现幻听的。行了行了，回去吧。俺得回去补一觉了。哎呀，好香呀，是蜂蜜的味道。在这边。果然是蜂蜜，哎呀，好吃，这是咋回事呀？哎呀，这是咋回事呀？俺咋在笼子里了呀？放俺出去，快放俺出去呀！呀，小熊熊中气了吧？光头强，你不是变懒了吗？你不是在晒日光浴吗？啊？你瞧，懒虫！你们竟然把它粘在我头上！快，赶紧把懒虫给我吃了！不用不用，熊大，快来救俺呀！熊二，这熊二又跑哪儿了？快吃！糟了，光头强咋醒了？也管不了了，熊二有危险！呀！嗨！呀！虫子给俺，给俺！快给俺！熊大，你们！我刚刚吞了懒虫。光头强，快醒醒！光头强，熊大，快放俺出来呀！快呀！光头强，熊二，别急，等俺从光头强那儿把钥匙拿来。你熊大，俺终于出来了！好了好了好了，咱们快点离开这儿吧，走。哦，光头强，光头强，不许走！救救你们，救救光头强吧！他再懒下去，我就要流落街头了。是呀，俺俩还是帮光头强把懒虫给吐出来吧。熊大，熊二。谢谢你们。来，
只要来回转光头强，你的懒虫就能吐出来了。好，好。熊大，俺饿了，俺们回家吧。走吧，回家。吐出来呀！困呢。吐出来。别咬了。吐出来。